您好，您共消费369元，本店新年酬宾满400元打9折，你要不要再调一些玩具凑一下？少跟我来这套，就你们这点套路太了解了，想骗我门都没有。你给我猫零头360元。对不起，抹零这种操作我们这边没权限你处理。什么抹不了？那你经理叫过来，我投诉你。我倒要看看我投诉完了你还能不能抹。对，投诉。这位女士，你也太不讲道理，人家只是一个收银员，按规矩进行收费，又不乱收你钱。哟，没想到店不大还有个托啊。告诉你们啊，套路谁都别想套路我。今儿我还就把话放这儿了，不给抹零啊，别再给我结账。明明是你不对。哎呦，还有个小托呢。果然有什么样的家长啊，就有什么样的小孩。女士，要不您看这样如何？您不就是想抹个零头吗？要不您把那360元给我，我给您结账怎么样？爸爸，你怎么还帮人家结账呀？没事。你确定？可不能反悔啊！反悔是狗。你好，结账。看见没，遇上个大傻子还帮我们结账，又省下来9块钱。先生，两边玩具加起来共是401元，活动满400打9折，一共是361元。收您361元，正好先生。宝宝，还不快谢谢人家，你买玩具只花了1块钱。